我们公司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，就是哈，我们的员工居然有一半的人是不吃中餐的哈。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样子，因为我基本上不吃中餐，我大概是早餐跟晚餐就解决，我基本上不吃中餐，因为我觉得哈，上了年龄哦，吃太饱会有点没办法思考，所以基本上我都不吃中餐。不过很有意思哦，我们公司的员工有一半的人以上都不吃中餐，哎，他是在学我还是？但是有时候会饿啦，那会饿的话，我就会用简单的蔬菜、坚果或者是优格哈搭配起来吃就好了，反正热量不多哈，那吃完也不会太过于疲劳，所以我会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吃啦。如果说我们以后公司在应征的时候啊，如果说你是一个想要吃的少一点的员工，那欢迎过来投履历啊哈。哎，我需要把这全部吃完吗？应该不用吧，可以卡了吧。